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嘢啦。今日咧就嚟搭屯馬線啦，因為今日開通，今日2021年6月27日，我哋去烏溪沙先。
哇，好位啊！然后两层是那个猪肉。由于我忘记拍了，所以我没有拍到和文田站。由于我忘记拍了，所以我没有拍到红磡站。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如果中意条片嘅话，请帮我个 like 订阅，同埋带嚟嘅小铃铛，随时关注新片，同埋关注我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抖音。多谢大家收睇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照片集来了。